几年回京怎么没赶上进宫的人。你听说了吗？要过来一个求亲使团呢，是要跟咱们大梁联姻吗？可是这宫里似乎并没有适龄的公主啊。可是咱们有皇子啊。皇七子萧景琰，天资英奇，体实名允。说了，我怎么舍得让你这么轻易去死？现在也不能太过用力，待会儿我休息吧。听话，年岁不能吃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先去霍州府仙湖品仙露茶，住两天，绕到秦大师那里去吃素斋，修身养性半个月。我们再沿沱江走，有小灵峡，那座山上有佛光，我们在那守个十来天，一定能看得到。才知道天下无双多。然后呢？你还敢乱跑？太多的温柔，大年夜的，还有人在宫墙下杀人呢。这完全不是需要你考虑的问题。你信我，我们就是。刚刚得到金钟奇宝，女王意图谋逆，我就只能这么等着。秦将军收了他为亲兵了，接下来也是我的战场。儿臣生擒萧景焕，继承君以前来护驾，已经成为太子了。是不是要传奇是经历不变？你是归道，他果然办到了。静言，我想我真的是疯了。心里一定觉得我是疯子，只是没有说出的答案。